我现在呢，今天是2019年7月17号，我现在是在钻石山附近。那今天呢，看到一个比较奇特的景观，就是有一只鸡，它钻到一个爆箱里边来，可能是在下蛋。现在周围呢也有很多人在看，你们都在关注它。看一下周围的这些关注它的游客。哇，真的是一动不动，哇，好像要出单了。哎，真的下蛋了耶！看一看鸡下蛋是怎么个过程。哎呀，下了！哎，真的下蛋了。Oh, that's why. Interesting. It's so funny. 哇！哎呀，飞出来了。走了。哇！跑掉了。怎么样？开下来。开下来。奶奶，你刚才等于一直都没开，你刚才没有，我就开开了，今天很有收获哦，接下来这个蛋。